霍如婚后十指紧扣，尽显恩爱。9月5号晚，有台湾网友晒霍建华林心如恩爱照，写道：一出公司见林心如与霍建华，我实在是装冷静之人，内心好想吃后恭喜，福味超满呢，不好意思合照。照片中霍建华反戴棒球帽，身穿一件深色短袖上衣，身旁的林心如穿着平底鞋，背着一个包，能看出怀孕后的她体态略微发福。两人手牵手走在夜幕下的街头，温馨而幸福。霍建华林心如7月31号在巴厘岛大婚，8月2号在台北举办归宁宴，之后霍建华火速投入到《如懿传》拍摄中，两人鲜有合体。不少网友表示又被喂了一把狗粮，太恩爱了吧。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，爱能不能够永远，但是没有被爱。我想带你去单车，想和你看棒球，想这样美但又唱着歌。优酷娱乐整理报道。